那你现在的这个准备咖啡，咱前人目前人在那输苦心的栽培，用心的教育的，所以使咱大家都有再一次的机会，在这个庄严的学堂，大家来互相学习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勉励。若无的话呢，互咱加上已经半钟哦，无来学堂啊。大家有当时啊，久无来学堂呢，有咱感觉个心会飘飘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今仔日拢有听着咱讲师甲咱慈悲，点着一拍心灯，咱迄个心灯若点无开，啊，拄啊迄个讲师甲咱讲个讲，心灯若无点开就对啦。拜佛何意啊？亲像咱咧世俗甲咱讲咧，讲迄个不好无灭，不好无灭啦，拜佛何意？同款意思嘛，所以咱一个心顶一定爱点无灭，点无到啦。我时常拢有咧想，为虾米？为什么咱有迄个机缘，会当伫即个时阵呢来得到修道学道？咱家想啦吼，迄个咱的生，迄个生肖了，你有十二个图文嘛？就是处虎虎兔连蛇马羊猴鸡狗猪，拄啊有12个啦。咱一日呢有几个时辰，大个时辰嘛是有12个时辰，就是迄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有哪有12个时辰？咱一年呢，一年拄啊好有12个月。对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、十一、十二，我有12个月。12个月呢，咱敢知影对一个月咧普渡？7月嘛。7月普渡了，暗时啊，伫即个初一开始拜拜了，为虾米都要伫迄个路骹咧？点啥？点灯。点路灯嘛。这个路灯呢，互我毋知讲，这个路灯到底是对啥物时阵落迄个风俗，爱点路灯嘛，对不对？为啥物7月才要点路灯？普通时啊，无爱点路灯。咱敢若拜拜，咱敢知影迄个意思，点路灯，7月，要普渡嘛？要普渡，你若无点着，你去拍心灯，你袂当超生死发轮回。重点是伫遮，你也看咱对，较早咱咧读册拢爱讲的。一元复始，万象更始。迄个一元呢，偌久你敢知？一元有12岁。12岁，一岁。一岁拄啊有1088年，咱即马拄啊行到底，行到五米交界，就是五米交界，就是到即个1点到3点，无啦，到1点到3点即个时间，1点到3点即个时间拄啊，
若要以一个月来算，拄好在七月。所以咱七月普渡，为什么爱点迄个路灯？人家讲了讲，天天上真重要，上天慈悲，天迄个上，互咱去了解。七月爱点路灯，才会当超生死脱轮回。啊，咱拄好出世伫即个时间。哦，所以咱过去前辈者甲咱讲，咱已经来到遮六万几年，为安怎讲？因为一岁呢，拄啊一万空八百年，啊，即主会开天，九会辟地，因会生人，我到家七个，我在一月、二月、三、四、六，我到家，哦，我到家，所以呢，咱有足幸福，会当伫这个时阵来得道、求道、修道，所以咱拢爱点着咱发心灯，啊，咱迄发心灯点了。要安怎白起又花去？重点是啥？你求着倒，就亲像咱一面即三花灯，你要安怎互伊点足久、足久、足久拢袂花去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哦，按迄个黄讲师讲的，讲爱加油，对不对？嗯。车若驶到无油，爱安怎？加油嘛！迄、那个灯若要予永远袂关去，要安怎？加油嘛！所以呢，佛法拢时常在想，咱来佛堂，佛堂敢是要予咱修行的所在？咱各位先生，因为来佛堂就是咧修行的，请你来修行，大家拢总有地位。其实我阿个咧讲解讲，佛堂来佛堂，就是要予咱加油，要予咱学习的所在。因为你若无来佛堂加油学习，你袂当返去，返去伫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要怎去做，你要怎去行，重点是伫遮。因为佛堂是要予咱学习的所在，啊，你学了要安怎？等于伫家庭当中去运用，哦，去运用，你要安怎啊？迄个爸囝的之间的感情要安怎？要安怎保持予好势？啊，那我的感情你要安怎保持予好势？我迄、那个昨有看电视。拄好看到一个新闻啦，伊讲报咱即摆迄个台湾的离婚率有偌济？结婚五档的就对啦，五档以上的净离婚，一年当中讲差不多有五万几对，有五万几对哦。啊，结婚十档以上的搁离婚的，差不多有一万万。办偌贵，啊，所以你啊看结婚的遐尔啊济，啊离婚的嘛是遐尔啊济，啊，这就是安怎，就是唔知影你要安怎过收，迄个相处之间的一寡道理。啊，你若无透过去学习的话，有当时啊，你无法多吞忍，啊，伊也无法多收留，就有问题啊。啊！你透过来佛堂，会当去了解，会话就对啦。上无你嘛会晓减少发生口角的机会，因为安怎讲，
因为旧地当下呢，点万事拢有传互咱故意的情景。当你安怎讲啊，人咧发生口角，发生无好的时阵呢，请你把你的第二宝摕出来用一下。第二宝要怎用？要怎知？智拿上香，智拿上香，目睭变分摕两分开。修炼，啊！你咱个舌头，你若倒更就对啦，你就无法度开嘴讲话啊。哦，啊！你若话少，自然就烦恼少，自然就摩擦就少。哦，所以这是要咱去应用的呢。啊，咱都唔知咱去应用，哦，啊，所以这。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咱就爱会晓有智慧。那个讲师甲咱讲的，对别人好，就是慈悲；，但是咱若对家己好，就是爱有智慧。你若有慈悲，佮有智慧，我相信咱咧，参人相处也好，哦，参人讲话也好。一定会作快乐，会作圆满，会作和蔼。啊，如果你啊无有智慧，无有慈悲的话，有当时啊，每日生活当中，你的烦恼来，痛苦来，你唔知要怎去解决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发觉伊，咱老师甲咱慈悲的叫做这条叫做爱你。你著想到条件，咱来听一下。